我要举报黄文斌警司收黑钱啊！你哋 ICAC 系咪好中意针对我哋警队？你做起自己嘅势啊！二世基金系咪马多夫骗案？你好清楚啦，大家心知肚明啦。二世基金呢单 case 已经唔只系反贪嘅问题。如果你查 case 都要考虑其他因素嘅话，咁香港系收档。周末首映《石风暴》，1月17号晚9:30，卫视电影台揭开序幕。